边位啊？我啊，你未来老公仔啊？做咩啊？几点啊？而家七点半啊，起身啦！而家先七点五个字啫嘛，争一个字啫嘛。六合彩争一个字争几百万添啊！你知唔知我一日要瞓八个钟，自然醒，皮肤至靓啊！你知唔知争一个字新陈代谢会错晒？知唔知争一个字俾你嘈醒会食几多细胞啊？我唔啱啊，系我错，我第日唔敢啦，以后都唔敢。我而家赶住翻差馆，今晚睇周杰伦啊，咁夜啲红馆见啦吓，拜拜。哪嘢啦？茶先啦，冇鬼用。你哋咯，渣到死。嗱，趁你仲醒，送份大礼俾你啊！好嘢嚟噶。哇，该会咯，睇我啦！你睇我呢盒，今年啊自潮啊嘅 Playboy Condom 啊，有咁多款，有特点，仲有果味添啊！啱晒你同你老公慢慢拣啊！多谢晒你啊！不话时话 ，Mary 咧？知嘅咩？佢同佢老公搞紧离婚，系唔会出嚟见人住噶。离婚？上年年头先饮完佢个餐，有冇咁快啊？佢捉到佢老公偷食啊！仲要结婚前已经偷食啦。个男人咁衰 ，Mary 仲肯同佢结婚嘅？十个男人九个滚，剩翻一个仲谂紧啊！咪系咯，姊妹，你真系谂清楚，系咪真系要结婚啦？冇得谂唔谂噶喎，拍拖七年唔结就分噶啦。哇！但系呢家嘢一世噶噃，谂清楚好啊。咁我真系中意佢，佢又真系对我好喎。老到啲講句，有時愛情都會變感情啦。感情啊變人情，咁即係咧唔俾又唔好意思，俾得多又覺得肉赤喎。喂，不如咁啊，今晚揾兩個猛男同你哇一哇佢咯，等你食飽啲先上路。哇，黐線嘅咩？你當咩人啊？喂，咁又唔係咁講啊 ，Mary 就後悔當日唔識諗，唔識喺結婚之前哇咗佢，而家不知幾後悔啊，輸俾佢老公一比零啊。仲有啊，頭先喺出邊夾到有兩個靚仔，好得噶。喂，一於攞手袋咯。哇，好喉琴啊你！唔系啊，我谂我头先饮多咗，我而家想汤啊！你搞咩？死开死开！靓靓好似好醉咁啊，等哥哥送你翻嚟啊！咁夜翻去瞓啦，阿叔，听朝银行一早等你守门口啊！嚟啊，当哥哥饮杯嘢啦！死开啦，我都唔识你。而家咪俾机会你识我咯，乖啦，饮杯啦。住手！咩事啊，靓仔？她是我女朋友，请你离开。她是你条女啊，你早说了嘛，我不告她了嘛。喂，靓女又想俾哥哥看看你胸部？唔该晒。你没事吧？嗯，冇事啊。刚刚说是你男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唔紧要啦。可以请你喝一杯吗？说完埃及，不如跟你讲上次去非洲拍食人族的趣事好吗？食人族，好啊好啊。那次刚到达，食人族的翻译就热情地招待我们去他们家吃饭，我们听到都有点害怕。你知道食人族吗？会不会吃我们？他猜到我们的心思，就坦白跟我们说，他们家现在都改吃素。我们一听到吃素，全部人都放松了。哪知道，他又慢慢补上一句。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讲咩啊？他说，因为植物人的味道还真不错。咁搞笑嘅你，聊了那么久还没自我介绍，我叫 Jack， 我叫 K K， 很高兴认识你。打紧话，喂，你之前又话佢系你条女，你而家先自我介绍，你真系坤我咁话啦，我牛黄色最出人老点噶啦。你们那多卡给单不搞到了，我们村了。
我叫咗你哋一個月個好啲印度話，我叫你嚼氣啊 ！Carol， 你講廣東話咪得啦。走！走啦！走啦！成日俾你話你阿爸你佢老爹啊！大佬又講乜春啊？叫你醉啊 ！Carol， 叫你講廣東話啦！低啦，木仔仲講。唔使送啦，我到啦，我自己上就得啦。刚才真的好惊喜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一人救一次，咪当打和咯。咁你都早啲翻休息啦。很高兴认识你。你讲咗第二次啦。是吗？对不起。一句说话讲超过三次就虚伪噶啦。还可以再见到你吗？你话咧？早安。早晨。